围棋的中国自由搏击对抗战马上为您送上担任本场比赛裁判是鲍少宇先生，有请。Kickball, Sinju, no elbow, no clinch, on step. Okay, back off. Ju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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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mp, high. Back, back. Ready?大家好，这里是四川卫视峨眉传奇，我们现在在贵州省三都县，我是东尼，我是董江涛。本场比赛是男子六十三公斤级自由搏击的超级战，红方选手是来自 WKFO 武者联盟国际搏击俱乐部的赵传林，蓝方选手是来自俄罗斯的基比尔。啊，这个双方这个身高上差距啊非常明显。我们看这个数据上呢，赵传林有五公分的这个六公分身高优势，但是从视觉上啊，不止这么多。对，赵传林要更高一些。对的。所以我们看赵传林本身呢，这几年呢，因为他们教练是王伟，是拳击教练，所以我们看赵传林从整个的步伐上，包括出拳的习惯上啊，这个拳法的优势啊，技术也比较细腻。是的，最近呢，对自己的这个吸击和重击能力也做了着重的提高。刚才看到赵传林上来之后起了一个这个跳膝，但是没有成功。就是想在这场比赛当中啊尝试一下。对，把自己平时训练的这个成果搬到擂台上，但是这个确实是需要一个过程。现在呢，赵传林依然是在控制距离啊。因为发挥自己的优势，在自己这个这个跳膝但是顶到了对手的这个手臂上。曾经听业内的专家说，一个选手如果在赛场上能发挥出他平时训练的30%，这场比赛就几乎可以赢了。这个董老师怎么看？我认为应该是50%，甚至更多。这个我们看赵传林整个的距离把控很好，对手是想进来，但是直线的拳法的打击以及正蹬，把对手始终是控制在自己的这个打击范围之外。赵小宇呢，在今年3月份的时候参加65公斤级的这个锦标赛，但是我们传奇确实是高手如云，在他止步于65公斤锦标赛之后，自己转战63公斤级降重。这个赵传林现在一直想是奔着对手去搏，而不是欣赏 KO 对手，因为这种，如果你的这个打出戏剧性的效果，如果你的这个目标啊越明确，可能越不好 KO。一定要是对自己有一些耐心啊，在随着这个比赛的时间的这个持续啊，对对手的这个整个弱点有一些了解之后，找机会，去重击对手。其实，在俄罗斯这个民族当中，看到这种身高不是特别高的选手还是真的很少见。对的。但是这样的选手的肌肉特别发达，这个爆发力非常好。嚯！Exactly how we rollin' and we huggin' and we block. No matter how police patrolin' and we do it how we do it. Whether it's now or it's later and we always handle business cause we bout. Gettin' this paper, what you want, what you need. As we walk through every gutter, every hood and street and every block. We got it covered, throwin' money while we in the club. With shorties on the pole, let's get it poppin' in this bitch. Me and my clique comin' through, that's how we roll. Father!Time's up! Five. Ready? Four! 好，双方进入第二回合。
人利用直线的刺拳与正蹬再拉开距离。是，张泽林这种做法也是充分利用自己身高臂展的优势，跟对手打这种中远距离。对的，而且我们看赵长林步伐移动啊，也比较灵活。哦，又想起跳膝。哦，后刺拳。在这场比赛，赵泉林着重拳法发挥的比重要多一些。基里尔整个进攻动作输出动作还是比较多每一次我看的还是要出组合，但是赵泉林整个距离把控很到位。第一个动作出来之后赵泉林会把这个对手的距离控制得很好，以至于对手整个的一直在抱头往前压，在找自己适合的进攻的距离。是的。后手可以看出来蓝光选手就是意志品质非常强哈，一直选择抱紧防守，然后往前走，这样的话硬生生的抵挡赵传礼对他的这个拳法的进攻。对，其实让我们看他对手因为身高跟赵传林差了很多，所以他的整个的防御曲臂防守就显得就比较暴露这个面就比较少。在赛前就跟赵泉林有一些交流，赵泉林对自己的对手也是深入的了解了一下，他知道他这个身高上的这个特点，是做了针对性的训练战术安排。对，看吉林刚才把赵泉林逼到这个绳脚之后明显这个近身的这个距离短暂，这个近战的这个优势就比较明显。跳膝。赵泉林击腹之后明显还是对距离不太适应，中间距离。又一次逃出了围脖。这高扫落空，打到赵传林一个右侧肋，对手还了一个长传，连续左脚反击赵传林，再次长传。转身后边拳没有打到。双方现在这个步伐节奏越来越灵动了。现在现场观众的呼喊声是此起彼伏，大家都是对这场中外对抗赛抱有充分的热情。双方刚才这一番互相挑逗这个比赛主要更浓了。是的，看对手基里尔的这个左眼的这个眼眶有点流血了。之后十秒钟再次跳膝，但是这个距离把控不够，对手前撑把这个赵传林落空了。是的，赵传林在这场比赛当中动作确实是变换多样，比之前有很大的提高。Exactly how we rolling, and we hugging every block, no matter how police patrolling, and we do it how we do it, whether it's now or it's later, and we always handle business, cause we keep getting this paper. But what you want, what you need, as we walk through every gutter, every hood, and every street, and every block, we got it covered, throwing money while we in the club, with shorties on the pole, let's get it popping in this bitch, me and my clique, coming through, that's how we roll. Ready? 好，现在双方进入第三回合。哇，上来蓝方选手就是连续组合拳，但是这个到此体能应该有所下降，连续组合拳并没有对赵传林造成重击。蓝方基里尔一再想拉近这个距离靠近但是我们看赵传林不移动也很灵动蓝方基里尔一直想把赵传林逼到绳脚。传林后撤当中的这个直线的拳法一直在想给对手做迎击，但是基里尔整个的防守非常严，
这场比赛在我看来，蓝方选手打得有点固执，他一直想靠前，一直想围捕赵传林，但是赵传林始终没有给他这种机会，没有让他在这方面吃到甜头。但是现在到了第三回合，他还在这么做。喂，这就是一个不太聪明的打法。拉近距离是他跟赵传林打的今天这个是最好的一个办法，但是拉近距离的方式可能要做一些改变。因为我们看赵传林在整个的这个后撤移动当中能力啊很强。我相信这场比赛这个蓝方选手打的应该是相当恼火，因为身上有很多力量，有很多动作，但是勾不到对手，勾不到赵传林。好的，逼近之后连续组合拳，但是没有什么关系。这场比赛赵传林想要跟对手打出多么这个有优势的动作或者这个杀伤力，也是不太容易，因为我们看对手整个像一个小方块一样拉近，追他追得比较紧。出前手，整个的头部暴露还是比较大的。赵传林在今天确实表现出了他所想要表达的这种打法，输出了很多多样的动作，这样对自己其实也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后手，刚才这个瞬间的一手，发力时机也比较不够。各位，我觉得大家刚才给了赵传林很大的鼓励，不过呢，他的这位对手啊，可是我们俄罗斯的金腰带啊。大家觉得赵传林有希望能够获胜吗？赵传林打得好吗？谢谢。接下来我来宣布裁判最终专业的裁决。一号裁判30-28，二号裁判30-27，三号裁判30-28。本场比赛最终获胜方式。